老崔呀，几点钟了？不做饭？啊？饿了吗？你饿不饿的？你得吃饭呀！我知道你现在饿不饿？我看你这是看啥书？学习了。你字认全了吗？你在那看书呢？啊？啥意思吗？我这不是经常学习吗？那你磕磕噎噎的，你做饭去吧你。不是你饿不饿？饿了就做嘛。不饿的话，我再学习一会儿。我饿不饿？你都得吃饭呀！看看现在几点了？早中了，再等一会儿呗，等半个小时吧，中不中？我跟你说，就你做饭那个速度，我跟你说，你得提前2个小时做，真的。你提前2个小时做，你才能挣点吃上饭。呀，我知道，等一下，我正学习了。你看了半天，你看了几个月，你看了个序，你还把它窝一窝。呀，我觉得你对崔哥这个厨艺还是比较认可了，最起码你说让崔哥去给你做饭了。像过去你都怎么说？说我饿了，给我弄个外卖吧，对不对？我饿了，你给我那米线给我煮一下吧。哎，现在你让我给你做饭，就这一点儿，这就对崔哥厨艺的一个认可。那我有啥办法呀？那饿了你不得吃啊！对，再个话又说回来，杨，我发现你最近也胖了。就崔哥不管这个饭做的怎么样吧，反正营养还是比较到位的，这个油啊各方面都是比较足，下我的热胖了量不都是是。很正常吗？他问题是你为什么还没瘦啊？你为什么看着又胖了呢？你这身子看着比我身子重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算了，体重又不称了。我只说一次啊。称大体重了呀，天天要称。你自觉点儿，好吧？我不想成天唠叨你。你鞋脱了能轻2两，好像是。98，还九可十以。八点三五，那就给你按98算嘛。你今天吃了一天饭了。瘦了呀，是行，吧？可以。瘦了没？瘦了。瘦了。2个月以前虽称然的，说瘦的不多，但是确实是瘦了。2个月以前称的时候是不是104.3，102，102.3，啊，现在是98.3，啊，102.3减98.3，38.24，38.36，6T35，5T31，瘦了四斤零八两，嗯，瘦了4斤0.8，可以吧？我跟你说，你靠自觉，好吧？我不想说你，我没有这个精力管你。到时候别我坐月子，我吃啥你跟着吃啥，好吧？把你吃的肥头大耳的。你看看你，比我胖多了。这最近晚上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吃饭。我跟你说心里话呀，我最近我这个也是心力憔悴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真的，我这对不对？我这自媒体事业它也没有成长。这个再一个，你看这个家庭，你这个身子这么重。崔哥也是白天吃不下去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直就是照顾你啊，担心你了，为了你的身体，为了在那热胖，我也是操碎了我的心。我昨天晚上，我这么睡，知道吧？我昨天晚上凌晨3点，我听见你在翻身，哎呦我一声，我赶快起来过去看了一下，我就隔着门缝看你了，估计你也没有看到。就这一次一夜未眠，今天早上6点我才睡。我给你2下，你信不信？我你那呼噜打得震天响。你没睡，行了，别喷了啊！我给你交代一个正经事儿，好吧？你不是跟以前跟人学过吗？你算算日子好不好？你算个吉利日、吉祥日，咱就上医院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说了，意思是这咱快生了，就是让我算个日子，什么时间是个好日子？对，你算算，算一算，好吧？今天不太合适。今天肯定就不行了嘛，你算一算，好吧，这个事儿是比较正经事儿，好吧。几号吧？你给我2天时间吧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主要是我是个乐八套，是这意思。回来吧。行吧。回来的话，我这个多研究研究，行不行？好吧。看一下。再一个呢，话说回来，我觉得是什么吧？我觉得。瓜熟蒂落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太难受了。这个、母亲的肚子是胎儿最健康、港湾最有营养的一个小别墅，
所以说能多待一天是一天，对孩子。你不想早点见他？能多待一天是一天，对孩子非常的有好处。不是，他早晚他都得出来呀，对不对？我理解你的心情呀，你可能是感觉到这几天非常难受，是不是？再说呢，十个月九个月你都坚持了，你还差这几天吗？三天时间到8月3号，好吧？你也不要着急，这个不是个着急事。我着急，我很着急。八月三号之前给我答案。行，你去做饭吧，去吧。再一个是啥玩意儿？我说心里话，咱得听听人家医生，看人家医生给到咱一个什么样的建议，对不对？人家医生是专业的，咱也不要太过于着急。我就着急。你不听话了，你好了，我不跟你聊这个了，我站不住了，你做饭去吧。为了咱乐胖的健康，行不行？不要着急啊。大家 好了，现在为了二胖的健康，你要做饭了。大家好，我那崔弟，崔弟又来了，我去给俺媳妇做饭了啊。那就多不了，多不说，少不唠啊。这个媳妇这两天呢也是非常的难受吧，晚上也是睡不着，心情也不老好，也是很烦躁。好像是瘦了。昨天还吵了你崔弟我一顿，你崔弟我就嘿嘿嘿嘿嘿一笑，对吧？这个也没说啥，为什么？我给大家说句心里话，是吧？特别是咱直播间的大哥大姐、大哥兄弟们，这孕妇怀孕确实不容易，真的心情比较烦躁，这个脾气呢也特别的不好，吃这吃不香，喝那不得劲，是这意思。所以说很难受的，每天你看拖着6、7斤、7、8斤的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走起路来也是不容易？何止啊，10几斤，好不好？对，也是不容易啊。我们要学会理解。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做男人不容易。做女人也不容易，男人女人都不容易。我跟你说，老崔，就是肚子起码有10几斤。我跟你说，回头我买一个10几斤西瓜，我给你绑肚上，好吧？让你也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做男人不容易，做女人也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我们不但要理解男人的同时，我们要学会理解女人，相互理解，相互成长。就这意思，对不对呀？行啊，好，那行，那就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。崔弟呢得去我的阵地了，我的厨房得开始刷碗打扫卫生，弄完以后呢我就又给开始做饭了，是这意思。